那全国唯一哈，用农历年或者欢乐宜兰年，就是只有宜兰县。那我们呢，今年呢比较特别，我们今年是牛年，我们希望呢，扭转乾坤，然后呢，牛的这个前脚呢抱着橘子，大吉大利，啊，它的脚呢，踩着我们的这些去开源的通宝。所以呢，对于呢，希望呢财源滚滚。所以呢，今年呢，用天灯的方式，祈求呢，宜兰县呢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市农工商的发展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年的这个神签筒，我们从12月28号到1月10号，如果有需要订的这些好朋友呢，能够到我们的文化局来订。那今年的这个我们的欢乐宜兰年跟往年呢，不大一样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会创新求变，而且呢，今年我们的这个局长呢，我们的新的局长，新的思维，新的这个我们对于欢乐宜兰年的这个改变，我们希望呢都很热闹，精彩万分。希望宜兰县呢蓬勃发展，大家大赚钱，赚大钱，身体健康，万事会会，沾喜沾喜气，扭转乾坤。那今年的那个设计红包很漂亮，我喜欢。我会带孙子来这里逛，拿红包，贴春联。